谢谢你们支持，要继续哦。欢迎收看千韩的晚间客新闻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抗震硬买股，十家业绩三增。持续迈入八月，上市柜公司也陆续公布七月营收。在现阶段台股盘势多空交战下，市场关注这些财报绩优股，渴望跃居为台股盘面的抗震指标。根据统计，七月营收月增与年增率及今年前七月营收年增率均齐步向上成长者，主要分布在网通、电子零组件、电脑周边等电子股，传产则有化学、航运、食品、汽车、电机、绿能等。其中森威能源、中兴电、银邦、汉翔、一家材料 KY 等均较上月成长超过一成。另外建策、中鼎、智邦、台湾高铁等也都较上月稳步成长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。以上资讯仅供参考，客新闻我们晚安咯，咕咕咕 good night。